其实因为我们今天是最后是上课啦，反走过必留下痕迹哈、哦。因为所有的东西其实前面的影片都在这里。哦，那回去当然哈、哦，如果你已经忘了差不多，回去再看一下哦。那有哪些重点？不外乎呢，我们所有的画面也都在云端上面，反走过也必留下痕迹。从文字函数到检视与参照，每一个所有的画面呢都在这里啊、哦，有没有？像刚刚那个饭店管理，如果你回头要看一下，或者未来假设你刚好工作里面遇到类似的情况，然后呢，你也许你曾经做过，但是你已经忘了差不多了啊、哦，因为你有时候哈、哦，其实最花时间就是你要去回想，那回想呢，最花时间的又是想不到。想不出来，好像曾经在哪个地方曾经看过，但是不知道在哪里。那真的是很，因为你想出来，你的问题就解决了。但是如果你想不出来呢，那你又要重新再想，其实更花时间。所以有时候像我自己的习惯是吧，只要想到一个解决方案，我就把它，放在一个我将来找得到的地方，而且尽可能的把这些讯息哈、哦，比较相对的完整的把它记录下来。那我记录的方法哈、哦，不外乎用录影啦。即便呢，我有时候其实自己要记录点东西啊，我也可以不一定要说话，然后把整个步骤录下来 ，OK 啊，放在某个地方，一段时间之后回头再看，我其实也会比较清楚。尤其像有些专案哦，像写那些专案流程，说真的啦，自己在当下是很清楚的，可是做过一段时间之后，因为你又接了很多案子之后啦，你又突然客户又问你说那东西怎么样一些可能或者发生什么样的情况，你一下想不起来，好、啊、有时候怎么样，我就会回头看我以前录的影片，再加上照相，我也会逐个照相，然后逐个记录，然后类似像我现在放在云端上面这样子啊，那我回头看哦，其实是真的还蛮有帮助的。为什么？因为像我这个看着也是一样，我自己照相哦，其实有时候给你们看，我自己看的也很清楚，因为我一看我就知道到底要怎么做了。那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参考的话、哦、我就头痛了，为什么？又要重新再想过一遍呢？真的不要太相信你的记忆力啊，因为你很快就忘记了，真的、哦、那这当然就是一些方法、哦、然后可以顺便把它放在云端上。另外这个云端上面、哦、它的好处就是将来我手机上也可以看、啊、比如说我人在外面，我想要打开可不可以？也可以啊，手机上面，因为在手机上面有个 APP 也是云端硬碟，而且还可以搜寻，是马上可以找到，可以打开就可以看到，所以这些也是尽量去备份啊。因为最近那个一直在有什么一个病毒嘛，什么一个 cry 就是你中了一定会哭的那个病毒，就是一个什么什么啊。那实际上当然就是你要随时备份。那像我自己个人习惯，我一定就是云端硬碟，因为 Google 对我蛮好，他给我一 T 的免费空间啊，因为这边的话我有一 T 啊，这个一 T 不用花任何半毛钱，如果要买的话，好像每个月要330的样子。那因为我在网络上用了 Google 蛮多东西的，好、啊，那所以它也免费给我使用、啊、那里面的话，我就会经常，不过我也才放231GB 而已啦、啊，哈、啊。还有最近的话，刚好看到真的也刚好看到那个也蛮恐怖的，所以最近。像网络上，最近那个两 T 的硬碟也在特价，所以就看到特价，就把它买一个，很厉害啊！那个PC Home 24，它现在标榜6小时，真的哦。我早上订哦，下午就马上按电铃说已经送到了，我真的太快了吧，哈、哦，快到有点。然后刚好我就赶快把那个硬碟哈、哦，赶快就东西全部都把它备份一下。因为备份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很多人真的到了最后遇到了状况才想到没有备份，那真的就欲哭无泪了。尤其是很重要的资料，因为好像无论你放哪里，它都有可能不知道什么时间突然挂掉。尤其像硬碟啦，硬碟什么时候坏掉其实没有人可以知道， OK 好，它一定会有寿命。不过有一些硬碟哈，它还好，它即将坏掉之前，它会发出抗议的声音，像叽叽嘎嘎。我想你们应该偶尔会听过那种硬碟会有声音的吧？那这种硬碟还算好，它会警告你它快要坏掉了。但是有些硬碟呢，坏掉不会告诉你，它突然就坏掉了，坏掉你怎么叫醒它，它也醒不来了，它已经寿终正寝了。好 ，OK。
就是他已经颐养天年了，然后 OK， 那马上那怎么办呢？那你就跟你的资料说拜拜。如果说你没有备份的话，还有像随身碟，我已经坏掉不知道多少歌，因为我经常在上课的时候插上去。好，那即便用大厂像金斯顿啊，或者那个什么金Transcend 哈、哦，那个创建的啦、啊，其实也都差不多，坏掉的啊也还是会坏了哈、哦，所以当然随时备份。好，那这个地方的话呢，就是我们刚刚讲到那个有关人事分栏，那答案其实在云端上也有哈、哦，所以呢，请各位也许试一下，我这边上面会用到几个啦，也许你可以用那个像 index。好，后面用抓资料用 index， 或者你可以用什么 indirect， 这些都可以。这两个哈，那为什么特别？其实用 index 也可以啦，为什么还要再讲 indirect？ 其实 indirect 哈，跟那个 VBA 的 range 物件还蛮像的，因为 range 物件后面刮胡不是有个双引号，然后哪一个储存格，比如 A4 有没有？那这个 indirect 跟 range 几乎好像差不多。也是给他一个位置，他会帮你把资料抓过来哈、哦。那还有像 offset 啦，不过有一些可。